扎架就係講你個成個 frame， 你嘅膊頭啊，你個身扎架啦咁樣 ，OK， 望住個鏡嗰個人，呢、這個人係俾觀眾睇嘅，到時買飛入場睇呢個人嘅，你覺得佢型，佢就型噶啦 ，OK， 預備 ，OK， 好，咁我哋第一件事就 warm up 條頸先，因為拍戲動作片啦，條頸好緊要嘅，而我哋入面做動作一般係平時你唔會由細到大都唔會做嘅 ，OK， 好，咁所以首先我哋就咁樣啫，左右咁揈，唔使好大力，係啦，左右咁揈。上下上下，跟住就系我哋呢个手嘅关节，系啦，拉一拉先系啦。如果你拍戏拍动作片，啲前辈成日讲喂扎架，扎架就系讲你个成个 frame， 例如你膊头啊，你个扎架啦咁样 ，OK。只脚大约膊头开咁多度啦 ，OK。好，跟住手咧唔好压开，由心口慢慢咁上嚟，人字咁样个八字喺度系咪啊？正常打拳嘅时候咧，我会叫你手摆高啲嘅。但系因为拍戏咧，我哋演员咧唔好遮到个样，最基本出拳流嘅。拍戏嘅出拳咧，同打嘅又唔同。拍戏出拳咧系要俾观众知道我打人啦，我打人啦，望住我，所以你会夸张少少嘅。Jab cross 系啦 ，OK， 一二。真實打咧個拳好短嘅啫，因為 boxing 一個好近嘅咩，但拍戲為咗件事好睇咧，我哋會誇張啲。你見我成個身係咪轉曬啊？因為我話俾你知，我用全身去打呢個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係啦，咁叫成分落 ，OK。千祈唔好咁樣隻手腳骨就飛出嚟啦 ，OK。唔好用手去揾個地下，落成分落。快，好近，唔緊要啦，正常嘅，一開始唔快，正常嘅。好，跟住三隻，記住鎖頸啊，望住塊鏡入面自己，三二一，上啫，係，幾好，幾好 ，OK， 唔錯。望住塊鏡嘅自己 ，OK， 半蹲，預備，去。哎嗱 ，OK 啦 ，OK 啦，雖然唔係好高，但係起碼有件事喺度啦。你問我咩？你知唔知道啊？唔简单咯，系咯，完全唔简单咯。即使即系我由细到大有跳舞嘅训练都好啦，但系嗰件事同呢个又系完全唔同嘅。咁但系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就系佢都系讲紧表演嗰样嘢嚟。啱啱一路有提到嘅就系佢同真系打又唔同，有好多细节上面嘅唔同咯。好，咁加埋你哋做抢背啦，抢背咧就系我哋拍戏最基本入，右手揿住地下，膊头落落。落先咁样，跟住之后咁样，系另外手揿地下，跟住呢度，系，你应该望到啲光管嘅，佢嘅肺位置啱 ，yes。即係我自己覺得都好耐冇，即係我以前都係實實個好中意跑跑跳跳，但係真係慢慢生高咗之後咧，真係唔夠膽做好多騰空啊或者打關鬥嘅動作。Yes。唔錯，幾好啦 ，OK， 唔錯，幾好啦，真係好，再試多個。咁啱啱係有少少衝破咗自己，少少心理障礙啦，我覺得都係幾開心。你每出一拳都俾個 Q， 四拳啊嘛，四個邊啊嘛，係俾 Hemi 講，我打你啦，俾啦，我打你啦，係我啲暗號嚟嘅。萬事嘅。你打住一陣，你有冇不力 ？OK， 所以係咪要配合？要配合係咪要配合啊？好，譬如人哋打你啲拳嘅時候，嘣反面翻過去，做埋戲啦，即係個痛嘅表情翻去翻嚟 ，action reaction 係啦 ，action reaction 係啊，好緊要，因為好多時因為其實一路打一路演戲都係一件幾難嘅事，特別係如果你文戲同埋動作混埋一齊咧，係好攰嘅。你表情管理啊，你個 emotion 啊，你所有嘢都喺度。我 beginning 就 emphasize 佢哋要好 manage 埋個 drama 同埋 action 一齊係啦。走，係，好嘅，準備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卡南川 ，OK 啦，幾好啦 ，OK 啦。我諗我除咗啲筋硬少少之外，我諗都大部分都嘗試做到嘅，但係啲動作我覺得係做得唔夠靚咯。我諗可能都有60分啩，俾自己有。我覺得我全力 jab， 我全力 jab 嘅，係啦。但我覺得我攞咗5%嘅皮毛咯。
即係今日攞嘅嘢，你話我真係消化咗落去嘅，我覺得5% 盡。OK， 而家仲係睇得明咯，但係做唔到咯。Himi 好夠 power 嘅，啲 core 嗰啲 power 好夠，但係條筋又硬啲。Amber 就好靈活嘅，條筋好鬆軟，即刻睇佢邊方面 OK 就嘗試再 develop 嗰樣嘢。係啦，所以我暫時未被 Himi 起腳住，等佢即係練好啲 coordination 先。咁啊 ，Amber 佢打拳舞啊 ，Himi 咁有 power， 但係啲腳 OK 係啦。我覺緊係覺得即教係好緊要啦，但我覺得更加緊要係有機會俾佢哋實習咯。即係佢今日你可能講得啱，佢今日可能喺度練完之後，呢度咁舒服，有冷氣，著運動衫，攞住啲有塞榻榻米。其實去到現場，佢做嘅係一樣，但可能就冇榻榻米，得張地膠，所以就有機會俾佢哋實習，有機會俾佢哋不斷咁試，會失敗嘅，會有過錯嘅，會做唔到導演發脾氣嘅時候會嘅，但起碼佢哋可以不斷咁試咯，嚟 learn 嚟 train 之外，最希望有機會俾佢哋去真係 pursue 做到件事。Thank you.